可以食煙嘅呢度。咁佢哋咧會喺呢度咧係會設立一個吸煙咁樣。咁咧就好清晰啦。呢個 number 咧要同啲佢自己定咗嘅 number 咧係一致嘅。OK， 呢個咁就唔會話誒一個咧係嗰個負壓，就係呢個室嗰個嘅負壓。咁要喺負五個。因為呢個很重要嘅，特別係咧，就係 VIP 啊，佢有嗰個，譬如喺出邊玩嘅，有時啲啊，因為我哋今年咧年初啦，我帶埋啲人啦，有去訪問新加坡，但係我覺得佢衞生部買咗間房，佢衞生部冇咗硬盤機啦，我又我哋可以做設施翻俾佢。佢喺中場啊？係啊，而家因為去咗新加坡。哦，去咗嗰邊，係係，好啊，好大，好好 ，OK， 繼續，係咪？可以做啊。是貼上了衛生，即是衛生提供給他的一些的戒煙的一些的資訊在這裡，自己看看。這個就用這個形式，那個牆不同的，那個牆有些就帶他比對翻，咦，是不是立身安排？所以咪轉咗啦，係嘛？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響 control room 嗰度咧就睇翻佢，咦？我哋所有嘅監督人員啊，全部都學緊咗點樣去做，點樣去做。你話咦？會唔會誤係好低啊？你手術室都係十幾喎。頭先我哋貴賓嗰度係二十啊，二十一。咁佢就走入去咯。都係入行出嘅，都會有啲影響。咁我睇幾好，就基本上你就咁樣得。如果是这样的，医务名额都很犀利，有好多人来。多谢林医生，同埋。